本节目由吃鸡作死联盟赞助播出，绝地老司机作死最牛批。应该被踢了，现在外面。先开车出来，先我在门口。先快点，那个人找车了，我在门口，快！来了，快！快走！哇！心态崩了，兄弟！兄弟，我不走了，兄弟！厉害不？他落地干你妈呢！撵他，补他！不要救我！我慎中了三枪，我活着也废了！你他妈的放你娘闲屁！我你他妈的！我靠，你这么强吗？彩琴，我这里可以救彩琴。哎，他队友也有枪。彩琴，我这里可以救彩琴。彩琴，我这里可以救彩琴。彩琴，我这里可以救彩琴。彩琴，我这里。我这里可以救。我这里可以救。啊！你这是开车跑，开车溜。开车溜。你们溜得掉见鬼，兄弟，冲出来了！不可能溜！我操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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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可以救他吗？我可以救他吗？是不是？是啊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。我操！哥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我能救死他！我能救一救他吗？我能救他吗，大哥？你救！谢谢各位大哥。大哥有话好说，我们两个裸屌杀了我，你最多有两个击杀数，如果你不杀我，决赛圈看到你们，我们直接自雷。快投降啊！你干什么啊？投降啊！这不是仓鼠，这是个 gay 佬。大哥别杀我，大哥。来，大哥，大哥别杀我。不急。我枪都给你了。大哥，来抽你的台词，大哥别杀我，大哥。大哥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大哥，大哥，我可以走。决赛线，我这个人非常讲义气的。我帮你报仇了，我把他们队友撞死了之后还碾死了，然后他们把你放了。蝼蚁，我死在里面了。蝼蚁也上且狗上，我去，大哥，蝼蚁也那个对吧？上且苟且偷生，那我们怎么能因为队友死了导致我们吃不了鸡呢？走一波，溜了！谢谢大爷的佛跳墙，谢谢。战车即将到站，请您点击关注，带上期待，卸下不快。我是学师傅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欢迎下次乘坐。